蜂蜜最近都没有，我说了有货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看这个泡的是那个贝母，然后这是桑黄、金线莲，然后石斛，就泡了这几样。阿米马上到了，阿米马上到了哈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二狗挺可爱的，嗯，还行还行。上点贝母，我的个天哪，怎么都在这要贝母？你们是不是都是那天在阿米直播间没抢到的？是不是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们家的贝母，我说实话，神不神奇？牛不牛逼？觉得神奇的，咱们打了两个字神奇。说实话，前两天我们企业微信上面的一个叔叔，几十年老烟民，抽烟喝八加一，慢性什么烟什么什么什么，喝我们家的贝母居然喝好了，我都觉得神奇的事情。那我能不能喝呀？我也抽烟喝酒啊。啊，你可以喝，你可以喝，但是因为太贵了，你还是别喝了哈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有你们吗？你们不会不给我喝吧？哎呦，不，你先别打岔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阿米过来。哎呦，我都有点激动，他这情书给我写的，哎呦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别急啊，你看看我怎么样啊？要不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让二狗给大家露个脸好不好？大家要不要？你们说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要不要露脸？要的话就让他露个脸，不要的话就算了。不用了。雪菜菊，我这里面泡的也有雪菜菊，也有。好，都要让你露个脸，你给大家跳个舞吧，行不行？你会不会跳？不会。要不你给大家唱首歌？你确定我这嗓音，你不怕我吵到别人？那要不先让阿狗过来跟大家亮个相，好不好？我的个天哪，怎么都在这叫贝母？我的个妈呀！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不是说我不想卖，知道吧？因为贝母给何总了，我骗大家我是小狗还不行吗？真的给何总了，因为我实话跟大家说，贝母还有那天我们就是因为卖贝母才封号的，知道吧？阿米，我们两个卖贝母卖着封号了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是吧？后来剩的货我当天就拿给何总了。来，你要不卖不了，你让给大家露个脸，你干嘛？你不是说贝母卖不掉，要给我一点？我有朋友也是。你可以吃几颗吗？你可以吃几颗？可以，你可以吃几颗？好吧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卖贝母被同行投诉封号，真的，你要我们太难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真的。贝母是我们目前卖过这么多的产品当中最牛逼的一个产品，没有之一啊！还有包子粉也牛逼，反正卖了很多东西都牛逼，是吧？上一点点吧，真的需要。现在回头再说吧，好吧。我的个天哪！表姐夫，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我感觉我……你先给大家露个脸，让叔叔阿姨哥姐们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感觉我挺帅的。来，露个脸吧。你看我挺帅的。就是个子比你矮了一点，没有，咱俩差不多。哥姐说的这个就是二狗。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，这件事情的真实性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怎么了？真的很多人都在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很多人都说我们演戏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在这里可以对天发誓，阿牛真的订了娃娃亲，并且。真的是他舅舅的儿子，阿牛和我从小就订的娃娃亲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对天发誓的那种。说实在，我也没必要跟大家搞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是吧？并且阿米的弟弟也是订了娃娃亲的。阿牛听话就帅，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二狗跳个舞，二狗你，我再给阿米打电话，这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？啥情况呢？我再给阿米打个电话，问他到哪了哈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好，你到哪了？我的个天，我到门口了，到了。好，快点，我们都在等着你呢。啊，到了，挂了。好。嗯。表姐来了，那阿牛也应该来了。来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阿米来了。小文哥。哎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咋了？阿牛呢？表姐，还有小表姐呢？你来这儿干嘛？不是小表姐要来了，所以我过来看一下小表姐咋了？
小表姐，你那小表姐是你看的吗？你今天没来，没来捣乱吗？那人家还是能，今天还挺乖。哦，我哪里挺乖？你没有跟小苗哥吵就好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没有跟我吵。那就好，那就。我没和阿姨哥姐们，阿米过来了，阿米过来了。咱们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欢迎好不好？谢谢，欢迎你阿米，欢迎，谢谢，欢迎阿米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大家一起欢迎一下阿米。为什么阿米？我从来没有说欢迎你，对吧？咱们开播开了这么久了，对啊，从来没有说欢迎你。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欢迎你吗？嗯，因为咋了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看公屏上面都在欢迎你，因为咋就问？你嗯，不是给我写了一封情书吗？哎呦我的天，你这个讲这个必须要欢迎一下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必须要欢迎一下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可爱的咪咪阿米惹雾小姐姐，过来送给苗小苗同志一封情书，好不好？你说你是同志啊？咋了？笑死我了！咋了？我不是同志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是好，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Hello，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晚上好！怎么都在打欢迎我呀？那必须欢迎你啊！平时也不这样的呀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觉得阿米漂亮的，咱们打上两个字漂亮。最近都老了不少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确实漂亮哈，确实漂亮，漂亮！你看都夸你漂亮。晚上好，对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晚上好呀！米老师，什么米老师？谁喊米老师了？也有喊米总的，也有。还米总呢？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米总？我哪知道呢？到时候咱们带专场就可以了。啊！到时候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小苗跟阿米以后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咱们很多的铁粉也都知道的，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人气比较高嘛，嗯、我还是有必要跟叔叔阿姨哥姐们再说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是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件事情。嗯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小苗。大家应该也都看到我今天发的视频了吧，是吧？小苗跟阿米一直都在长期的帮助很多没有父母的孩子们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并且我现在还欠我好兄弟的钱，然后包括阿牛的以后彩礼钱什么的也都要还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带专场，可能会卖衣服啊，可能会卖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这个都不太确定的。带专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赚钱，希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能够理解。但是我们每个月会抽个几天来卖山货，因为我们卖的山货太多人受益了，你们很多人吃了我们的山货是离不开的，是不是离不开？是的话你们打个是，是不是很多人你们已经吃到我们家的山货，真的是已经离不开了，是吧？是的话咱们打个是。所以说卖山货的话我们会继续的卖，但是我们卖山货可能一单还是挣大家几块钱，这是这样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去带专场就是为了赚钱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卖收山货也就是为了那份不忘初心嘛，好不好？对的。阿米啊，你不是给我写了那个，要不让阿米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？我有点害羞。要不让阿米给大家读一下我的情书，给我写的情书。这不是你在哪呢？啊，你在哪呢？在这呢。啊，好，这个有点那啥，是支持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包子粉很好是吧？念情书不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这不是情书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情书。不可能是情书的，你自己都说了是一个书信而已，不是情书。咦，你得了吧你，哎呀，这情不是你干嘛呢？你看，我都说了是信，我都看见是信。不是，你别，你拿着给我写的情书干嘛？我看一下。给他拿过来。有病！赶快给我拿过来。哎，今天是我们认识的。别读了。快点拿过，你给他抢过来。不是，我放在这被他拿走了，有病！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。坏了，哥姐是来吗？被阿狗拿走了。给你干什么？我读一下，没事的。阿古，你真的有点太过分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别读了，你别读了，行不行？你不害羞？对，谢谢老师。啊，有病一样的，真的是啥人嘛？来，拿来，这是你能读的吗？哎，不是。你读的跟那个算了。这不是说信吗？你紧张什么？哎呦，我这个妈呀！我姐姐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不是信吗？你紧张什么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咱们继续的戳着屏幕点点赞，好不好？讨厌死了，再上上人。
现在点赞是50万，继续加加油，咱们给点到60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一起点到60万，辛苦了。对，他把我信抢走了，确实有点太过分了。对，真的这二狗念，他这是我写的，能让二狗念吗？是刷一万？要不不是说信吗？我怎么不能读了？给我们读一下。啊？你给我们读一下吧。这。啊？我有点。要不你把它。你拿给我呀。嗯。抒发一哥姐们，要不咱们现在让阿米把情书拿给我好不好？这算不算？啊？我觉得这应该是情，算情书吧。你们说这个算不算情书？嗯。一封信而已，怎么可能算情书呢？你闭嘴！啊、你哪知道这是啥呢？啥也不懂。嗯。小牛跟面。那我。嗯。你要不你把它送给我吧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？让他把那个，把这个哟。嗯，是这样子，叔叔阿姨。嗯，你这搞得我都有点好奇了。嗯，那我拿着了。嗯。别不好意思呀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要不我帮你读吧。写给小苗哥的一封信。来来来。你干嘛？这不是哎，这不是说又被他抢？你干啥？你不好意思读，我帮你读呀。不要你读，不要。我那个贴的，不是他真的是小苗哥读还是我读呀？是刷你们西北二，快点拿过来。这有什么好的？我的个妈呀！看看阿米，你就给他抢过来。我不是你，我看一下而已。给我，你别捣乱了，行不行？都说了，我不读，我只是看一下而已。不是你不害觉得害羞呀？我的妈！赶快给他拿过来！你也别跑，行不行？我的妈！我都服了阿祖了，这家伙，这写过情书吗？没有啊。那没有，我都服了他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哎呀，没有，所以才更好奇些。给我快点，你不本，你不给我直接给你。快点给我，快点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给你轰过去了。快点拿过来。刷的挺好的。包的粉直接温水。过一下就可以了，快点，5到6，快点拿过来，我要读一下了。是，哎呀，我看一下而已，女孩子写的信我还没看过呢。还有，你女孩子没写过信，你去找。啊，阿米啊，那个他呢？啥？惹弟呢？哦，对，我忘了跟你说，那个惹弟跟阿牛就是去大姨家了，就是我们不是要经过大姨嘛，然后，就是我妈妈给我大姨打了个电话说惹弟要过来，然后大姨直接把惹弟拉进去了。那你是赶快让小阿米过来呀。那我给阿牛打个电话。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让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。好。让给阿米打那个给阿牛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好。让他过来。阿米最适合的。我妹妹去大姨家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我也觉得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他阿牛。给阿牛打个电话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叔叔阿姨们。赶快现在给阿牛打个电话。你把信给我行不行？哎，我快点拿过来，你别乱看呀！我的个妈，你看一下而已，我不读出来。我知道我嗓音不好听，我看一下就行。喂，阿牛，啊，那个你和子弟快点过来吧。哎，我们两个现在在大姨家吃饭呢。哎呀，我快点吃，快点快吃，快点吃，快点，我们都在等着你呢。对，我们开直播，然后他们都想各严肃的阿米，你们想不想小阿米？想的话，咱们打个响。你天天都能见到你，天天都能见到你啊！主要是，等一会儿再去大姨家。嗯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那我先挂了哈。好，快，我们都在等着你呢啊。好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怎么都想看阿牛跳舞？阿牛跳舞，我妹妹也会跳。你这样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，阿米要等一下把情书念完了过之后，我想亲，亲什么啊？念完以后不要紧，你教我写情书吧，我教你。对啊，我给阿牛写一封啊，不好吗？你自己写呗，那我教你有啥意思呢？你不要给阿牛写，你给其他女孩子写就行了。行。你把信给我行不行？快点拿过来，狗，别捣乱。哎。快就给他就给他拿过来。我。阿米拿个老锤子过去了，要不我去接阿牛吧，这信我又找你节目，你给不给我？快点拿过来，快点，真的是给不给我？我拿个锤子的，我只是给你了。来，快，阿米把水拿来，我来加点水。你看你自己。阿米，把水拿来，我加点水。真的是啥人嘛？谢谢。
些。你自己不拿的，我已经交到你手上了。一锤子把你打到你家里去。听到没有？拿来给你，啊，给你啊！你看你自己，我已经给你了，只是你拿不到。那你往后推干嘛嘛？真的是，快点。快点，快快点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在朝推的而已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快快快快快快，给他给他，你别捣乱，你再捣乱，我说实话又我们又开始讨厌你了。叔叔阿姨这两天刚对你有好印象啊，我哪里？我说实话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快点过来，快点来呀，把我的 iPad 拿给我。阿米啊，要不就开始吧。叫他走，要不你走吧。你走，等我，等我。我还要学习学习呢，学习怎么写呢？我走什么？那我的个天，你有病是吧？你自己去写呀。我不会写。你走吧，你先走了，然后等我妹到了之后，我再跟你说，可以吗？嗯，刘亮还起来了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晚上才肯定的呀。才懂。这表弟像个小孩，我也觉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真的他挺像个小孩子的，闹脾气的时候嘛，像个气球一样，一碰就炸。哦，对，阿米。啊。我都忘记了。嗯，在你读这个情书之前，我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大家有没有看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？有的大家打个有，没有的话咱们打个没有。我的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孩子的事情，也是咱们直播间的，哇，这么多人都是看的这视频的是吧？有这么多。那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小苗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孩子现在的情况。这个视频实际上是两年前拍的，两年前拍的。我要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，也是很多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，对吧？我给你们找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两年前，这有日期的。有看到了，上狗肉，别开玩笑了，是啥意思？我看，21年，22年孩子，21年。咦，这咋有一个美女了？哦，这是我的照片。差点认不出来了。你算美女吗？阿牛才算。你得了吧你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给大家看看视频。这个是孩子的妈妈。这个是孩子的妈妈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小苗那个的事。你说谢谢。来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视频，这个就是咱们视频当中的这个孩子，哈，啊。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，然后我会照顾好这几个孩子。他说我们收到了2400块钱。好的，也辛苦了，照顾他们几个人。乐问刘一看到妈妈回来开心，妈妈回来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妈妈如果再走了怎么办？想不想不想让妈妈走吧？好的。我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孩子的事情。说实话哈，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事情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要阿米情书的事情，可能要我会等一下。等一会儿。这个孩子，他的爸爸是进去了，他跟我说是。去打工了，实际上是孩子不愿意说，知道吧？实际上是进去了，什么原因进去了我也不知道，不得而知。然后他的妈妈就带着他最小的一个孩子弟弟走了，走了过之后就是乐莫牛这个女孩带着她的两个妹妹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。对。其实国家是给他们是有补贴啊，各方面低保什么都有的，但是这个钱他们拿不到，这个钱他们拿不到，全部都被他叔叔拿去了。对，他叔叔真的太可恶了。我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，我都气到了。我说实话，真的我都气死掉了，你知道吧？钱都被他叔叔拿去了。我问他要那个就是社保卡，因为我们要给他每个月打钱嘛。他那个他婶婶不愿意把社保卡给我。因为这个事情我都跟他吵得跟啥似的。后来我们回头想了一下，我们如果把这个钱也再打到社保卡里的话，那肯定是被他们还是被他的叔叔还有被他的婶婶拿去了。因为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长期资助的孩子有几十个，这个孩子是我到目前为止都是令我头疼的一个孩子。为什么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因为他的钱每个月钱我们只能给他送过去，而小苗又不能天天往那边去，肯定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，定期的给他送钱过去，
包括我跟阿米也去看过这个孩子，对，我跟阿米去给他钱，真的太可怜，然后真的太可怜。阿米那天回来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真的我大家想没想，大家想不想看阿米？我跟阿米一块去看孩子的是什么样？想不想？想着大家扣个一，我给你们找。我都不敢想象，叔叔阿姨们一个十二十三岁的女孩带着三个弟弟妹妹生活，而且，哎，真的那个房子里面空空落落的，真的。哎，这我给你们找一下，我跟阿米去看这个孩子的视频，但是我们没有发。其实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了，我们都没有发。太可怜了，真的。而且他们，就是家里面堆的一大堆土豆，知道吧？洋芋，我们那边，然后真的那些小孩一日三餐吃的。大部分都是洋芋煮。我要找一下哈，叔叔阿姨哥姐，我要找一下，就是我们本来是。去给小孩发书包的那一次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我看这是几月？2023年4月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真的，哎，还是找不到了吗？应该是这一段吧。嗯，在前面。应该在那前面。找到了。再补办一个社保卡就行了呀，这个很麻烦的。这是阿米在给小孩梳头。哎，真的。大家觉得阿米优不优秀？觉得阿米善良的，咱们打两个善良，知道吧？临走的时候，阿米都哭了。对，是彝族。阿米都哭了。说实话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真的，这个孩子目前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孩子现在的是什么情况啊？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大家还不知道。其实当年我拍过这个视频过之后。孩子的妈妈回来了，但是回来过之后，彝族年回来的，就是两年前嘛，彝族年回来的，回来过之后，妈妈，本来我是跟他妈妈什么都商量好了，我说你就不要出门打工了，以后我们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。我保证他的一个月，我给他的钱不会低于1000块钱。我说你就不要出门打工了，然后你拿着这个钱，然后在家里照顾好几个孩子。他们实际上是四个孩子了，现在已经。最开始视频当中是三个，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又带了一个孩子回来，他妈妈也同意了，但是还没到两个月呢，孩子的妈妈去世了。这是最最最最最令我悲痛的一件事情。唉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反正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吧。反正我真心觉得，我跟阿米要好好的加油，好好的努力。我们接下来还要肯定还是要赚钱，因为只有赚到钱了，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知不知道？啥也不说了，好吧，这个孩子你们放心，我们会继续的一如既往的去帮助。然后阿米啊，那个咱们就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要不你把你的情书要不让阿米把情书读给我们听一下，好不好？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。紧张啥呀？孩子的妈妈是怎么走的？我说实话哈，我严重怀疑是怎么了 ？AI 之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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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走的？我非常怀疑。说实话，真的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的。对啊，真的太可怜了，叔阿姨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给他手里拿的是2000多块钱，我们给他的，我们一直都在长期的帮助的。哎呦，这一提到这个事，说实话就说的心情就不那么好了。确实。真的，一提到这个事情，心情就稍微有一点点低落了。说实话，叔叔阿姨哥姐，要不你给大胆的读出来吧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让阿米把给我写的情书读给大家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你拿出来吧。你拿出来。这是阿米给我写的情书。
我真的，我笔画不好，有点丑。是我读还是你读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们说是让阿米读还是要还是让我读？我的字有点丑。你们说是让阿米读还是要让我读？叔叔阿姨跟你们，你们说，听你们的。怎么都打阿米？我先不看，好吧？都让你读。我来读吗，叔叔阿姨们？你们说，你们说谁读？你俩谁读都一样，读完我有事和你俩商量。什么事？你觉得什么事？哎，你闭嘴吧！你天天有事跟我们来商量，真的是阿米读，怎么都在打我读？那，哎，打小苗读的也有啊，你看。我不知道是我读还是小梅哥读。谁写的谁读啊？要不我来读啊，你俩谁都不敢读啊。你读有啥意思呢？所以啊，磨磨唧唧的。你到底谁读呀？我都服了你们了。你有勇气你来读啊。阿米，看公屏谁读，怎么都写阿米读啊。小米正儿八经的读，都让你正儿八经的。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豁出去了，叔叔阿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让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听听小苗说的对，为什么要让阿米读？因为是他写的，他读出来更有感情。我是不是我写的？我读起来可能都不那么连贯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我觉得还是让你来读。啊？那要不我来读吧？啊？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你要不你出去吧，你在这儿我有点害羞。嘿，表弟。对，你走吧，哥，你在这能阿米不好意思呀。先让我表弟出去，叔叔阿姨们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出去，我求你了，快点。好，我就两分钟，两分钟。记得两分钟啊，读完快点来叫我，我还要等，小表姐呢。我看着你出去，你走。你这样不行了，我。不是你退回来干嘛？成啥人了？走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你看我走了，我不是在走吗？哎呦，你出去呀，阿哥。我的妈呀！你怎么脸红了呀？我脸没有红，我这是高原红。我差点都伤心了。是实在的。不是你别笑 啊, 啊你我没有笑啊，我只是开心啊，好吧，对吧，叔叔阿姨哥姐，我只是开心而已啊，没有笑。阿狗又来了，我这个钱呢？没有，你能我你好好的，你干嘛？你过来他就不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是泡着贝母还没喝呢。哦，他过来要拿贝母喝。快点出去，叔叔阿姨们等不及了。开始呀。不是，我这一会儿脸红的实在是不行，我耳朵都红成什么样子了，你看。没有，没看到，叔叔阿姨哥姐们没红，对不对？没有红，看没看到。不是，我现在紧张的。气都喘不过来，我紧张什么呀？不是我从来没有给一个男孩子写过情书，更何况你别说让我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是啊，要不你喝口水，要不先让我缓一会儿，你先喝口水，我说话都有点结巴了，我现在还没喝口水，不好意思，就是阿姨们等一会儿，他喷水了，有病。啊，我的天哪，我的个天哪，这下该咋整？直接开始，大家都在等着呢，你好意思啊？这下该怎么办？快点，大方一点，不要害羞，你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？公屏上面给阿米来上打上两个字加油，鼓励鼓励阿米，好不好？我的妈呀，天哪，你们都。不要打药贝母了，今天真上不了。
真的上不了，不骗大家啊，今天真上不了。是的呀，真上不了哈，贝母今天真上不了，对不住了啊，因为我们跟何总合作的前两天都给他们了。确实。嗯。你们是不是看我喝，然后？嗯。快，快读呀！要不我读吧哈？要不我读啊？啊。要不我读啊？这是我写给你的，你读不合适吧？嗯，贝母没有哈，贝母没有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上次在阿米直播间，就是因为卖贝母被封号的，让阿米给我们读了哈，开始吧，开始，你先读，你先读一半也行呀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叔叔阿姨们。我先给你们读第一段吧，我先缓一会儿。我说现在好，你先读，先读，别浪费时间，对的。给小苗的一封信。你要看着我的眼睛，对吧？小苗说的没毛病吧？他那读，这看着我，看着我读。嗯。读呀。是。我为什么看着你的眼睛读呢？哦，对，看着我眼睛就没法看字了。我看着下面读吧。好好好，好读吧，读吧，读吧。帅气的小苗金。嗯。你别笑行不行？你一笑我就真的。啊！不笑，不笑，不笑。嗯。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636天。最幸运的是，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了你，缘分真的很奇妙。从一瓶矿泉水的开始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人这一辈子会碰到2920万人，相遇的几率只有0.00487，而你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贵人，也许是上辈子求来的缘分，相逢一世上上签。继续啊！不行了，我没救了，我救。我们还没听够呢，对不对，苏大姨哥姐们？他都跑了，我的个天哪！不行，必须要读完。小明哥，我求你了。哥姐、苏大们，你们觉得小阿米写的好不好？还没读完呢，觉得写的好的，咱们打个好。我真的真心觉得写的太好了。我现在你喝口贝母，喝口贝母，喝口贝母。我真的我从来没有给。真的写的太好了，然后有你看写的非常好，谢谢叔叔阿姨给你们夸奖了，谢谢，我有点紧张，我现在说话都有点那啥了，不要紧张，你是最棒的，你笑啥呀？不是我紧张的不行，阿米有点紧张，说实话有一点点紧张，没事，你看公屏上面都，你看。都你看都几百人都谢谢都说你写的好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的个天，都在这要贝母，我的个妈呀，贝母真上不了，我不骗大家，不是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那天在阿米直播间，我那天卖贝母，然后直接被封号 了，对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是真的有都不敢卖，知道吧？对，快继续，继续读呀，大家都在这等着呢。你看写的真好，有水平。你要不这样，你只读了一段，你要不你至少你看写了两页，你至少要读完一页吧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阿妈不行，小明哥，我真的不行，我，你要不你先让我缓几分钟吧，我是现在话都说不来了，我。这不行，我真的那啥。真的，我阿米，要不我们先跟叔叔阿姨们聊会儿天，然后几分钟再读吧。我现在，我不说话，我越说话越不行了。我的个天，我现在结巴的不行。嗯，谢谢叔叔阿姨们。他有点紧张，叔叔。不是我第一次给男孩子写，毕竟写信，他那个年龄在这呢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我的个天哪！上点贝母吧，我的个天哪，怎么不是叔叔阿姨们？你们怎么有这么多？都在要贝母呢，太优秀了，谢谢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贝母真不能上，说实话，真的不能上啊，对不起了。谢谢夸奖了，文笔真的好，没有，叔叔阿姨们。嗯，小苗读，你快点读呀，大家都等着呢。
我现在我心跳的都快蹦出来了。快点快点，读完吧，好不好？让阿米一口气给他读完，必须读完，大家都期待着呢，好不好？这大家都期待着呢，快！哎，天哪，那这。看看，哎呀妈呀，我都看你们打字要被磨得粗的慌，知道吧？你能上被磨吗？上。你先给大家给我们读吧。可以磨成粉，可以，先读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读吧。没事。好，那阿米有点太紧张了。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加油，好不好？那啥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们，那个啥，就是第二段是，你干啥呀？快点啊，我们都在这等着呢。快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。我会加油的，叔叔阿姨们。就是有点害羞，希望大家理解啊。就加油，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我看着你读吧。嗯，可以。怎么都在问我喝的啥？喝的金线莲，还有贝母。贝母、石斛切片、枸杞，快读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有缘走不散，无缘求不来。快点啊。你就像硕大的巨石，坚韧不拔，你就像一棵百年大树，风雨无阻，不管风雨有多大，你就像太阳，带着温暖的热情和满腔的真诚奔向我。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的世界充满了颜色。继续啊，继续。继续啊。我太害羞了，继续。真的，我觉得阿米文采超级的好，真的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快点啊！啊，快点，大家都等着呢，快点。写的真好，阿米，我感觉我要晕了。要不我来读吧？啊？要不我读呢？还是我来读吧。好，继续。很开心，我们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。成为彼此很重要的人，离不开也不想离开的人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一路有多么的艰难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有太多的心酸，一起哭过笑过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女孩，会对你发。你是个好女孩啊！你是个好女孩，这个真的要必须要打断一下。不是，我感觉我真的有时候就是很多地方都做的不对啥的。没有，挺好的，真的阿米，真的挺好的。你是我在你们那边这么久以来，说实话啊，我在你们那边待了3-4年，说实话，你就是我碰到最好的女孩。谢谢夸奖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例子吧。例子，我为什么到别人家拍视频啊，或者到别人家蹭饭呀，就去了一次，而你们家我去了好多次。我知道。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明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就是一个最好的女孩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小阿米是不是最好的女孩？觉得是的话，咱们打个是。好，继续。要不等会儿再读吧。不用等一会啊，就现在就可以啊。继续，他有点太害羞了，继续读。快点呀、啊。
有时候会对你发脾气，会不理解、不包容你，但我希望我们还是我们，依然还是离不开对方，遇到任何困难一起解决的我们。这一半等我再读吧。啊？这一半等我再读吧。啊？咋啦？太害羞了。这下面有点。啊？你，哎呦，我说实话，真的，阿米，真的太优秀了。说实话，各位姐，叔叔阿姨们，真的有时候想想嘛，你们不要打表白好不好？我的个天哪，那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说实在的，你这一回，阿米给我写个信，你们一回要让我表白的，你这。要不下半段我来读。你还是我来读。嗯。好吧，要不后半段我来读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可以。那我读了。嗯。你刚刚是读到这里是吧？到这里。到这里了。那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剩下的我来读啊。我的天哪，这。怎么这个姐一直在打要被母呢？哎呦我的个妈呀，怎么呢？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继续的戳戳屏幕点点赞好不好？被母，确实很多人确实都吃了，确实我这几天收到了好几个私信说阿米有没有被母什么，我都没有回，我都不好意思，不敢回叔叔阿姨。让我来读吧，好吧，我读了哈。别笑，我怎么也有点激动了，被你搞的。我说实话。那要不你别读了吧。嗯，当我在写这封信时，我的心情是无比自豪和说不上来的感觉。